于高雄前镇的李长荣化工将除槽承租给林园材料科技公司，没想到这环保公司在进行槽体清理的时候，工人遭到坍塌的油泥块活埋。救难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时间在开挖，用水刀切割槽体进行抢救，才在今天凌晨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工人给救出。这劳工局经过初步了解，认为雇主在进行清理作业时没有采取挡桩、护网等必要设施，除了令现场停工，也将开罚最高30万元的罚款。救难人员利用水刀切割作业，切开槽体，以接力方式运出大量的水泥跟油泥块，终于在开挖后的第12个小时，2号凌晨2点31分，找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工人。据了解，5名环保公司工人是从1号上午8点开始清理油槽，预计下午4点半结束。没想到下午2点半传出油渍掉落摊方，工人提早爬出，但清点人数只有4人逃出，1名无姓工人受困在油槽中。消防队员赶到现场，试图将受困出油槽的工人救出。由于现场槽体很大，空间却有局限，增添抢救难度。我们来一直就发现一个员工在里面被那个水泥块压住，屋里有一段就是量体也蛮大的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再做一段时间，因为它的槽体空间蛮大的，所以还不确定。救难人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，从人孔分批进入抢救，除了佩戴防毒面具，还穿上了 C 级防护衣。公安意外发生在高雄前镇区高雄码头储运站里头。事后，李长荣化学工业也发表声明，表示除槽承租给林园先进，依契约在交还槽体前需将槽体清洁完毕。林园先进雇用承揽商清洁时，没想到一名作业员遭碳烟进料油块压住受困，强调槽体清洁工程事前有进行评估，没有采取挡桩、护网等必要的措施，因煤槽槽壁焦油块突然崩落而造灾，我们已勒令现场停工，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元的罚款。50岁的无姓工人清油槽惨遭活埋，救难人员排除万难，经过12个小时开挖，才终于发现遗体。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及肇责，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